梨花，梨花，吃饱了，这刚才气汤猫吃完了，小梨花在吃那个罐头，而且两个盘子来回吃，吃满意了，这一回又开始玩了。梨花，梨宝，梨宝。梨宝，梨宝体重貌似超过橘宝了，真是能长，能吃能长。梨花，梨花，梨花，哎呀，来，击掌。掌，我是掌，你那是爪儿。你这么看，小李宝多漂亮啊，小八字脸。云俊，你还能吃吗？又叨两口，哎呀，哟，大帅，那是大帅吗？那边，哎呦我去，大帅。生活作风这么开放吗？还啊！肚皮冲上睡觉啊？你是来搞笑的吗？啊？那干啥呢？引体向上。哎呦我去，这个睡姿！哎呀，大帅，这紧看这边猫少了是不？放隔壁好几只，你看自己睡得那么开放，睡得那么。花样百出，那胖虎从那走路都能踩你肚皮走过去，人胖虎对你向来不友好。我捣鼓胖虎，你去，胖虎怎么还不出门了呢？有结界呀、啊！李宝，李宝，李花，我去，这俩名字你听梨花有感觉啊？可能是李宝有点像菊宝，听着他有点混淆。再叫一遍，梨花。啊，那以后叫你梨花吧，叫李宝你可能还是懵懂的哈。英俊，你看你那个大帅哥哥，哎，看他睡的，你瞅。二哈又要欺负，不是，三哈又要找二哈摔跤了，你瞅，这，哎呀，我去，我寻离近拍拍大帅呢，你大帅你还起来了，那你那睡姿千年等一回，下次都不好遇了。灿灿要回，灿灿，灿灿你要回来吗？灿灿，灿灿，灿灿，过来吧，这还知道落叶归根呢。大帅怎么又出去了？你这走气儿吧，顶顶不怕他，顶顶。和李宝勾搭，不是和李宝勾搭，勾搭。哎呀，你寻你大帅老爷吃又吃啥好东西了？你刚才不都也给吃了吗？胖虎呢，在那。该说不说，一般猫不敢主动惹胖虎，就连胖虎那么睡觉都没有人从他肚子上踩过去。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顶顶，顶顶，你还吃吗？刚才不到你，反反复复的，到底吃完没？你进不来呀，还
还八门，给你留个缝呢。傻了吧唧的。别进来。回去司机接你来了。专车。好了，今天罐头也就喂到这儿了，一半猫都没吃，不吃不没事，收起来。你看，顶着人家都吃好几回了，还在那吃呢。